这不是三桥鼎立，而是三桥直线排列。那么首先映入眼帘这一条是北港观光大桥，观光大桥。那镜头再稍微往前拉，是北港大桥，北港大桥。那再往前远一点啊、可以看到是类似斜张桥，妈祖大桥。哦，站在这个地方应当是北港西。啊、这个位置应当是中心啊，左侧新港乡，右侧北港镇北港顶。好，那今天跟各位分享三桥不是鼎立，应当是直线的排列。好，以上跟各位分享到这边，再见，拜拜。